抗击热是能更好的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你已经换三个地方了，你想干啥？这是昨天包的饺子，我妈给蒸上了。今天中午咱们伙食好啊。哪天不好？今天的更好。先往里倒了。这个是我大舅家的狗，来找他玩来了。哦，真烫啊！主角登场了啦！还有鱼呢，长得好和倦性相适应，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，层层把关，科学滤镜，才有放心好。这玩意不能煮太长时间。好吃吗？嗯，这太少了。鱼挺鲜的，赶紧过生日，我给你买个帝王蟹吃啊！吃拉倒吧，有点好吃了，一竿子给我知道过生日吃。我老说个拉倒吧，老你就说，这离十月一这么近，就十月一给买得了。那得多少钱？咱烤全羊了。还行。我妈做这鱼不比我爸做的差，可香了。一般人他做鱼都够饱，嗯，我这够香的。